受冷空气影响，4月16日凌晨，位于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市迎来了一场春雪。雪后的神州北极宛若童话世界，展现了别样的北国之春。记者看到，整个城市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仿佛从春天一下又穿越回白雪皑皑的冬季。从空中俯瞰，满眼是纯净的白雪世界，鹅毛般的雪花随风起舞，树枝上布满可爱的雪球，停在室外的车辆被白雪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外出的市民又换上了厚厚的冬装。络绎不绝的市民和游客走进森林公园拍照留念，四月飞雪美景令南方游客惊叹不已。太美了，这个我就是初见第一次看到雪，那个南方人很惊喜，没想到四月份还能那个看到这么大的雪，还有一夜之间就一层层这么厚的雪，我们那边花都开败了，这边才下雪。我们你想想，从小到大没见到过这么美的那个雪景啊，感觉那简直是开心的不得了，像那个小几岁的小孩一样蹦起来了。今天早上在房间里面。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，这场降雪从今天凌晨一点开始降下，一直持续到上午七点才逐渐结束，降雪量为5.8毫米，达到大到暴雪级别。这昨天感觉天还挺好的，今天早上一睁眼，这雪咋下这么大呢？然后刚才开车出来，就感觉这路上全是冰啊，然后车也不敢给油，就感觉直打滑。这开车出来真得慢点啊。